哦，要往赵坤仁，赵坤仁议员呢？哎，赵坤仁市议员呢？服务处那边呢？在中正路心里头。赵坤仁议员当后壁空，原水后壁空，蓝水光的光，红色的话。议员要做那个庙的主，蔡英文议员做那个新年大庙，季安公，季安公，上半年有那个三百多人哦，那边去，捷南捷南庙，先站到中正路，然后要到捷南，到茅舍吧，然后再到捷南庙。Thank you.